我认得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，应该叫老飘。哎，那是第一次和他一起去江西，一下火车就带着我跑到米粉店去查分。那个时候便宜得很，一碗拌粉才2块钱，就是加了大肠、牛杂啥的，吃下来也都5块多钱。和朋友一起在这住了一个多月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吃粉，确实香。到现在吃着别的地方很多米粉，就能体会到朋友那种外地米粉的千滋百味。我们有一完整制作老表心底的滋味，这个米粉要泡软掉才能放到锅里边煮。你看这个白色的米水啊，哎，闻起来都有大米的那种香味。再加上点调料，这个花生米儿是江西拌粉的精髓，这个味道已经扑到我鼻子里边了。也不是无影踪。